我来串葡萄。好的，给你串葡萄。喵喵喵喵喵喵。再给我来一份大披萨。好的，小朋友，这么大一个，你自己能吃了吗？能。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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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喵。哦，还是没吃饱。阿姨，一个橙子，一个苹果，一个哈密瓜。我的天啊，这孩子可真能吃。都给你拿来啦。哇，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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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喵。哦，有点吃饱了。阿姨，给我来点喝的。你吃了那么多水果，还要来点喝的？哦，真佩服你。给你来了杯橙汁，谢谢阿姨。咕咚。妈妈，妈妈，这有杯橙汁，你快喝，天气怪热的。嗯，乔治啊，真懂事。妈妈，那你慢慢喝，我先去玩喽。哎，孩子。咕咚咕咚咕咚。您一共消费了88，就一杯橙汁88。刚刚您的孩子吃的水果还有一个大披萨。